如果你又爱吃吐司还爱吃巧克力，那这个面包一定是你的梦中情包。咱们这里面巧克力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 7% 的，每一片吐司的厚度都有一个3厘米的厚度。你打开袋子，你闻到的就是那股浓浓的巧克力的味道。你看这个面包，它是那种很湿软的，你看这个状态啊，很湿软，一点都不会干。它里面组织很紧实，浓浓的巧克力的味道，你每一口都能咬到那个巧克力豆豆。这个真的是我吃过所有巧克力味面包里边，这个巧克力的味道这个浓郁的，真的，这个巧克力的添加量真的太多了，姐妹们，你看满满都是巧克力豆豆。这个面包巧克力脑袋必入，你一定要尝一尝，真的好好吃，口感真的特别的湿软，一点都不会干。一箱里面是8包，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。哇，你看它这个状态，这个真的巨好吃，姐妹们，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吐司了。你看它每一片都是巧克力满满，这个真的是我近期吃过的最巧克力的巧克力吐司，这个真的强烈推荐，按头安利。